咱无明年会过了明年，爽水在恁安那讲经陪伊是只叫我你需要，但我的姻缘不准恁当我的兄弟啊。一步做，三步行，讲因伫阮兜的命，教阮兄弟勇敢做，人免用金钱甲我写。感谢你，你会家己坚持选择行这条路，嘛感谢我的兄弟将我当作恁的骄傲。阿哥们，一支草一点路，你嘛已经行到这来，有人陪你走，因为我感动。看下你徛在这个舞台，就亲像在拍电影，故事沿路行，沿路写，你会当更加确定，你是为着啥？你为着啥？我为着我的梦想，为着啥？开始叫啥？你袂使讲，为着啥？要去见人，见袂过故事写，人民到底为着啥？你为着啥？开始走无人的囡仔为着啥？开始追求简单的生活为着啥？孤单的女甲一个吉他为着啥？人民到底为着啥？才会选择去跑？阿宽Man，太顶了，太顶了！我跟你讲，他今天出大招的，这太顶了，顶到顶级裂开，秋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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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太猛了！水哥怎么样？这个很抓狂，立功也要抢，也要抢，够洋炮的，够洋炮的，够洋炮的。那时候回口奏单台 hip hop 的回甘，这句我觉得写得很屌，嗯，就是他有很你有很多那个台语的一些形容词，我觉得用得很特别。我想要请教你一下，顺便让观众朋友理解一下，就是因为有几个我很少用的，就是阿爸来。那个是阿爸来春买鸡，买鸡嘛，就最后一只烟丝。然后九八十，胆散解馋一下，胆散是解馋的意思。哇，迪亚，你有听过胆散这个用法？这大概是我阿过世很久的阿公用过的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会唱歌的，单等无赖。但就是因为有一段你后面最后一个布哥之前的 verse 很紧啊，那个前面就是我都被想掉了，是不是？谢谢。